到达。好，我们已经到了一个威尔士了，现在咱们参加这个威尔士的一个 park run 啊，公园跑啊。大家看看环境啊，就是在一个自然保护区啊。有点下小雨了哈，但是关系不大哈。这人不少哈，我们呢要跑到那个城堡那里。车我们现在开始了，但是又开始下大雨了。对对，下大雨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慢慢跑。哇，好多人。哇，哎，堵车。哇，那边就是一个城堡哈，就是康威城堡哈。现在雨小了哈，反正这边海洋性气候，雨都是一阵一阵的哈。这个路还是路况还是不错的哈。然后气温，现在气温差不多10度左右吧。那人遛狗跑的哈，还跑得很快，手上还提着那个狗拉的大便哈。好，现在我们要上桥了哈。我们上那个桥，他去了一个城堡那里。嘿嘿，又一个小巷子里面，这个上那个桥上面啊。对对，累不累？快下来了。哦，前面就是一个城堡。Yes, train track。对对，让他先走。对，我们要过桥。嘿，过桥。走 left， 哇，漂亮 beautiful， 对不对？对对，这个景色真的太棒了。这边是跑得快的哈，一跑回来了。咱们就在这跑，就是跑一个来回哈。前面这景色怎么样哈？前面就是一个城堡哈。弟弟好棒，加油！哇 ，beautiful！ 好，接着我们往回赶了。这边是个入海口哈，那边有个码头。哇，现在跑多长了？跑了1.5公里哈。弟弟把衣服脱了哈，好热了。刚开始还有点雨哈，但是现在就一点雨都没有了，很舒服。现在风也小了哈。后面还有推车的，对不对？嘿嘿，现在是沿着这个入海路哈，这个海滨路跑过去啊。哇，现在太阳又出来了，真是太漂亮了哈。我们跑了差不多有2公里了哈。你现在是退潮哈，这边全是干涸的那个河床，我觉得里面肯定有贝壳的，有没有？肯定有那个象牙棒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哇，就这里挖，应该很多哈。哇哦，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好了，这里跑，
这里跑步真的是太爽了哈、啊！就这个海风，看看那个背景哈、啊，大家不用怀疑哈、啊，这个背景是真的哈、啊，不是骗大家的，不是布景哈、啊，什么绿屏啊？哇，这里人好猛，靠左边的，可以，对，免得跑得快的已经往回赶了。不、哦，现在我们是逆风了哈，逆风而行，这里好棒，只剩最后1.5公里了哈。哇，这里景色真的是太美了哈，所以我们放慢脚步欣赏一下哈，这个漂亮的港湾。来，跟着我的镜头，咱们来欣赏一下这里的美景哈。这是入海口，那边就是那个康威 Castle， 康威城堡哈、啊。这里散步跑步真的是太完美了，对不对？不、哦，我要跑上这个高架桥哈、啊，来从高处再看一下这个风景哈、啊。哇、哦、，beautiful。加油，弟弟，加油！这个角度，耶！马上我们要到终点了。最后冲刺了哈！我可以，对对，加油！耶，对对对，好快，对，哈哈哈哈哈 ！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Well done, guys. Thank you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前面找妈妈拿了个手机，耶、yeah, ！哇，弟弟好棒。后面冲得好快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来这边。哎。I'm trying to only take the people. Yeah， 差不多。